今天呢，去装修一个商业工地，一个大的工厂吧。里面是做什么呢？做这个应该是出口的吧，应该是对吧？应该是一个出口，一个大厂房，应该对，类似于物流之类的，对。它这个大厂房，对，前面大厂房。这个仓库呢，都需要这种开叉车，看见没？这叉车，这种小叉车，对。其实很简单，一个这东西不难，对，就是把这个货，所有的货都插在这个架上，对。然后这个是升降机，对吧？升降的这种也是可以放货的，对。这种叉车的要求呢，基本上是华人市场的话，大概在25刀每小时，对。然后洋人市场的话，应该是更高一些，30以上左右，对吧？但是需要英语。主要做这个门呢，这个翻新，还有这墙。这个整批，然后这里面一个小的房间办公室翻新，基本上就是这么多。